这场战争决定了我蒙古的存亡。秦军现在有20万之众，那绝对是白白送死。就是窝阔台死了，大汗的位置也轮不到他拖累。就看忽必烈的了。如果您允许我们的军队通过的话，这两箱珠宝就送给丞相了。那是王子小翠啊！有劲兵，消灭王军，一个不能。未来娱乐台，忽必烈传奇。